绿色门面呢度嘅时候呢 A1 同埋 B 铺嘅时候成交咗1.2亿啊，差唔多1.2亿啊，咁啊恭喜业主先啦，上手买入嚟嘅时候终于都赚钱啦。呢度咧比较特别啲嘅时候就系红桃道呢度咧有四个特别嘅 corner 位嘅时候咧，就原来地下1、2、3楼嘅时候咧系呢个嘅酒楼契啊，楼上呢啲嘅时候咧就系宿舍构。你睇翻啲相咧，四旧啦，红桃道咧都系咁样样，好特别啊！所以我唔敢乱俾分啊，呢啲比较独特性嘅时候就值钱啦。咁啊，总之你想知多啲八八卦卦、商铺资讯啊，有多问题你想问我乜都好嘅时候咧，私底下好多嘢唔方便公开讲啊。咁你WhatsApp 90361143啊，咁啊睇下呢间铺嘅资料啊。呢间铺头咧写住 Happy Hour 12点到8点钟啊，不过老实说就唔系太 happy 喎。一路望入边嘅时候，基本上坐咗一个人以外嘅时候，成间餐厅都冇人，真系惨啊，生意难做。哇！今日咧由于美联买铺效应啊，好旺啊！而家就企咗呢个观塘红桃道同埋呢个嘅骏业街交界呢度嘅时候咧，就对面呢度望到啦，就嗰个位，佢框住咗个位啦，大概你见到噶啦，就讲系成交咗几钱啊？1.2亿啊，大概啦，1.2亿啦，坚噶啦。实用面积就讲系2600尺，建筑面积系3700尺，睇下你附近环境先。嗱，呢度最中红桃道啦，我哋行过俾你睇睇。咁啊，趁而家，唔好意思，我只脚仲系夹下夹下，好夹夹咗声啊，希望听日会好啲。咁啊，呢度嘅时候咧，影下呢个成栋大厦先，就呢嚿啦，总之系啡色嘅一嚿咩嘢。呢度我都要，呢个做咩？酒楼契喎。我听过酒楼契楼上，我听经纪讲啦，楼上就系嗰个嘅咩宿舍契，好奇怪。即变咗咧，总之观塘呢个四嚿嘢咧，你睇到啲相咧都好 similar， 都系楼下就叫做酒楼契。咁啊，樓上咧就係宿舍契，咁啊係唯一咁嘅嘢啦。我唔識啊呢啲啊。建築面積就3700尺，就係呢個嘅 Morish and Melt 呢個位置啊。咁就講緊係啊，今日好多單成交啊，咁啊就講唔曬，即係好多單成交。但係因為我 focus 講呢單先啦，咁就啱賣咗1.2亿嘅，咁啊大概咧堅噶啦，堅噶啦，過嚟睇下鋪。咁啊就講緊係啊呢個嘅而家就租緊20万2920蚊啊，去到呢个2021年，即系今年嘅10月份啦，4月31号回报1.030啊，我唔敢乱俾翻嚟，唔敢乱，因为我对观塘咧，观塘好贵噶，观塘啲铺真系好贵噶，啲地厂又乜鬼嘅都好鬼死贵嘅，咁啊总之就呢一间，你望到啦，呢一嚿，咁啊再有入边个 video 仔有啲相，你大概睇到啦，咁一路扫过扫到嗰头咁样啦，咁啊原本业主话好犀利，2020年嘅时候咧就8月份咧仲有呢个嘅7920万买入啊。但你睇埋另一邊嗰先，嗰嚿咧就仲大嚿啲添，咁啊仲樹犀利啊！呢個勁嘢，呢個勁嘢。咁啊，另外呢個嘅睇翻個資料嘅時候咧，嗱呢度啲相啊 video 你全部睇到啦，你嗱你見到啦。呢間鋪咧之前咧經紀都有推過俾我啦，咁但係真係太大人馬啦，我費事啦，兩個女仔，你觀塘我知道觀塘好鬼死貴嘅呢度係。咁啊呢度嘅時候咧，咁就見到個好大個門面噶啦，咁就個。A1 鋪呢邊咧就講緊係啊，嗰邊咧就講係15.9尺面啦，呢邊就講係41.9尺面啦，即係夠曬話41.9尺面咧，真係夠曬大啊！咁啊，所以就個加埋咩差餉就19000啊，地租啊就14000啊，每季咁樣啦，好大嚿，真係好大嚿，唔敢亂俾分啊，唔敢亂俾分，因為我驚觀塘呢度係好，總之啲鋪係好鬼死貴，但我唔敢亂俾。但反而總之起碼要恭喜個業主先，上手個業主嘅時候咧。我 check 唔到係邊個，因為我諗係唔係香港公司，係 BBI 公司嚟嘅，好神秘啊！咁就個BBI 或者開公司咧 ，check 唔到啦。咁就總之係賣咗嘅時候咧，佢買入嚟嘅時候，上手業主就講係2020年嘅時候8月份咧，就用7920萬買入嚟嘅。咁啊就啱啱就賣咗，大概1.2亿到啦，大概咧。最終係咪賣公司啊，定註冊點我都唔係好穩定啊。各位買家啦。總之你想知道啲八八卦卦商鋪資訊嘅時候咧，就 WhatsApp 90361143，好多人唔方便公開講嘅時候，同你一齊大家溝通下，交個朋友啦。你問我啲咩問題嘅時候都得啊，都盡量答下你。有利益衝突會同你講，有利益衝突。各位買家。
走，走，走，走。